诸位同学，请接着看长者下面的文字。一，佛名号品，令信心者信佛名号，便一切世间名知明性离故。这个是二会六品经里面第一品，如来名号品啊。这一品经里面，佛菩萨要教我们什么呢？啊，长者给我们指示出来了，啊，在这一品经里面的是要叫信心者，啊，前面说了，我们要信自己的心是佛。信字啊，信佛名号，便一切世间名，信他了。世间名号多了，太多太多了。啊，我们的讲堂听众很多，每个人的名号不相同啊。啊，怎么能够说佛的名号遍一切世间名呢？下面这一句把这个道理说出来了，知明信离故。嘿，这正是这一会里面讲的差别平等两重因果啊。各个人的名字不一样啊，是差别因果啊。差别虽然不同啊，就是四相上不同啊，理是相同的。所以不同当中它有相同的，同中有不同啊。那么换句话说，差别就是平等，平等就是差别。你要把这些四理参透啊，你就晓得佛名号遍一切世间。佛的名号也是有差别有平等啊，佛的别名是差别啊，释迦牟尼佛不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不是药师佛啊，这个是差别啊。但是色号呢是平等呢，如来一切诸佛都称如来，
这一切如来里面包括未来佛，十方三世佛了，啊，三世包括未来，未来佛就是现在一切众生呐、啊。这里讲一切世界名啊，啊，这一切未来佛，哪个不是如来呢？哪个不是正遍知呢？哪个不是明恒足呢？十号圆满具足啊！啊，号具足，这在我们前面，清凉大师给我们讲过了。啊，招体越明，标德越好啊。明里头也表得，所以说一明一号，它怎么不变呢？啊，讲招体是差别，讲表得呢是平等啊，是圆融啊。那我们讲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就这个人来讲呢，这是明啊。啊，这个明有一个实体在啊，确实有这么人在啊。但是这个名号里头也是得了。释迦仁慈的意思，哪一个人没有仁慈的心呢？摩尼是清净的意思，哪一个人真心不清净呢？所以名也是得了、啊、既然是得了，当然遍世间一切名，但是这个遍世间一切名里面，为什么有许许多多这个差别？这里头有居恶越迷啊，居是居了心性呢，迷是迷了心性呢。心性本体上没有迷与居啊，迷居在无啊，啊，我们说无不说人，说无呢，包括九法界有情众生；要说人呢，那九法界里头这个人法界，只说了一个了。啊，所以这个《大乘经论》里面常常讲无，不讲人。啊，无的范围大，它包括人，但是人不能包括无。所以名有义，义是得了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那么在这个地方，这一品里面啊，最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个事理啊，心法性永恒不变啊，法相随众生心起变化，法相起变化，
法性不变啊。这个道理要懂啊，事实真相要明白。佛性如如，菩萨性也如如，地狱性、魔鬼性还是如如。那相为什么不一样呢？相是因妄想执着变化的。那个相是幻有啊，不是真有啊。真如里头没有这个虚妄相啊。就好比这些科学家啊，在研究，在观察水的结晶，他们在89年当中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水的结晶的时候，从来没有看过两个结晶是相同的，而且这个结晶的时候呢，变化很快，随着外面的讯息，现在讲这个讯息是人给他的，人的意念、善念、恶念，他这个结晶呢，随着其变化，证明佛在经上讲的“境随心转”啊，一切法从心想生啊。那个一切法是一切法相啊，不是一切法性啊，法性永恒不变啊，法相千变万化，刹那刹那不一样啊。很难得了，这个科学能提供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证据，使我们对于《大乘经》里面这些重要的概念，我们全程肯定的接受，一丝毫疑惑都没有了。我们懂得，水如是。那个结晶呢，是相啊，是法相啊。那个水的体是法性的。所以它能随着人的意念变化不同的形状。所以现在人感觉到很惊讶，怎么它有知觉？他会看，会听，会懂得人的意思。他不但懂得人的意思，九法界有情众生起心动念，他都懂。随着变化。那么我们人对这一杯水最距离最近，当然他所感受的这个波啊是最强。那九法界呢，对这一杯水的时候，所以一切众生跟他距离远。他感受不是不感受，一样感受，感受比较弱。这个近距离感受强。
就跟电磁波这个原理相似。如果纵然是远距离，要有很多人在同一个时间对这一杯水发这个讯息啊，或者是善的讯息，或者是恶的讯息，它同样有强烈的反应。这个理不难懂啊，我们能想象得到啊。今天事实哎也如是啊。是给我们证明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啊，理四不二啊。佛的德号是至善的讯息，是信德，我们今天讲正面的讯息，迷了自信，大概的这个讯息啊，多半是反面的，觉悟了自信呢，那完全是正面。所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刹土众生通通接受到啊，佛法里面常讲加持，接受就是加持，接受加持。那么我们知道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如来，他们念念当中加持我们，这是真的啊。这个加持名加了，因为我们有敏感了。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有敏感呢？自心是佛，这就跟佛感应到脚了。但是我们现在不承认自己是佛，你不承认没有关系，那是你迷的身，事实归事实，绝不因为你迷失自信啊，你自信真的就没有了，真的你就变成众生了。不是，自信从来不改变的啊！换一句话说，你的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永远不改变，是你的真心，是你的心得啊！你只是现前烦恼太重了，习气太深了，把你这个信得了盖住了，它不起作用啊，它确实有，确实没有失掉，这暂时不起作用啊。你的染污很严重，现在染污起作用啊，它不起作用，如是而已啊。可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冥冥当中还是把信得这个讯息不断的来送给你啊，但是你现在接受的能力很弱，因为你前面有很多障碍。啊，接受能力弱不怕，永远不中断呐。啊，总有一天你醒悟过来。烦恼轻，智慧长；烦恼轻啊，加持的力量就大了，接受的能力就明显了，就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要肯定
这个事实。啊，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一切人事物呢？啊，一定要以真诚、平等、正觉、慈悲，要用这样的心态啊，处事待人接物啊，啊，跟一切诸佛身、名都相应，啊，跟佛的三业相应。第二，四身地品，定信心者，自信一切世间苦地及圣地，不必求故啊。啊，所以在古老中国，圣人常常教导我们，素贫贱，安于贫贱；素富贵呢，安于富贵。为什么呢？不必求故。现在人不懂这个道理，不了解事实真相，贪求、妄求，造业了。什么人才真正安于现实的环境？知天命者。啊，所谓知天命，就是了解事实真相。袁了凡先生了解一半，他心就安了。怎么说了解一半呢？他了解他一生的果报，他不了解这一生果报的因缘。所以我说他了解一半了。知天命啊，一生真的从生到死命里注定的，该有的你想丢丢不掉，不该有的怎么样求都求不到，他心定了，不求了。素贫贱，安于贫贱。颜回是个例子，是个好榜样啊。心安理得了，道理明白了，道理明白了，心自然就安了，心安身就安了，身心安稳了，是乐在其中啊。所以虽然贫，贫怎么样？贫而乐啊。他乐的是什么？乐的是明了啊。佛法里面讲破迷开悟啊，迷确实苦不堪言啊，富贵也苦啊，觉悟了啊，真快乐啊，贫穷也快乐啊。慈悲济世，佛菩萨第一了啊。
真正能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啊，离苦得乐是要帮助人觉悟。啊，所以知道苦地即圣地。啊，苦即灭道，绝对不是说灭道是圣地，苦即不是圣地，那你就错了。真正关键的所在就是迷悟。迷了，灭道也是苦，觉悟了，苦集也是乐。为什么？华严经上讲的，离世无碍，世世无碍啊，他怎么不乐呢？相有性无啊，事有理无啊。所以觉了啊，没有一法不是佛法啊，迷了啊，大方广佛华严也不是佛法，一迷一切迷，一悟一切悟啊。迷的人有求，觉悟的人无求了。所以在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人道无求品自高啊。就是这个道理。人还有贪求的心，没觉悟啊！无论贪求的对象是什么，总是说世间法都不贪求了，名闻利养不求了，功名富贵不求了，五欲六尘享受不求了，还贪求佛法，还是迷。只是把贪求对象换了一下，贪求的心没有断呐。佛是叫我们立贪求的心念呢，不是讲外面的思想啊。许多人把这个事情搞错了，认为哦，世间法要放下了。佛想佛法不能放下啊，佛法要啊。啊，当然这对初学。啊，对初学是从这里下手。啊，但是你一定要记住，般若经上讲的，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那个法是佛法。现在你需要啊，佛在经上举的比喻也好啊，好比过河啊，佛法是什么？佛法是船，你需要用这个工具，但是到了彼岸呢，船要放下了，船不放下，你永远不能上彼岸啊。所以法上饮食，法不能执着。那么佛法是法一个道理啊，佛法是法你都可以受用
你不能执着，你也用不着分别，更用不着把它放在心上，啊，放在心上呢是妄想。利妄想分别执着，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障碍呀。啊，这才是事实真相。啊，利妄想分别执着，设法界原来就是一真法界。啊，所以古大德讲啊，此方就是净土啊，净土就是此方啊，只是迷雾不同啊，所以每个人感受不一样啊。说这个话，那过来人呢？不是过来人，说不出啊。啊，那么这是在四圣谛品里面我们要学习的啊。你看看人家真的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了啊，平等性现前的这诸一真法界。第三呢，光明觉品，令信心者自以自性光明，觉照一切世间，无尽大千世界总佛境界，自业同等啊。啊，我们具足信心，要以自性光明觉照一切世界。从哪里照起呢？啊，这个自性光明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这一点我们要搞清楚搞明白，佛说六根门头是放光动地，那就是自性光明起作用啊。为什么我不行？我六根起作用啊，起什么作用？起妄想分别执着，起这个作用。这错了，这是迷呀！妄想分别执着就是迷。我看这个人喜欢，看那个人讨厌，这是迷啊。你看看，你又喜欢，你又讨厌，你被外面境界染污了，不清净了，不平等了，啊，
真诚没有了，正觉没有了，慈悲也没有了。你看，一个妄念生起来，你的性德了，完全失掉了，不起作用了。这可惜呀！啊，所以修行人基本的概念，自先是佛，你的心也是佛，他的心也是佛，一切众生心无疑不是佛。这大乘经上佛常常讲啊，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啊，既有佛性呢，他本来成佛啊。说他是未来佛，这是佛的方便语啊。佛要给你讲真话呢，真话是本来成佛。那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个迷惑颠倒的佛。啊，他迷失了佛性，迷失了本心。啊，这个迷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啊，虽然迷的时间，我们讲啊，千年万世啊，或者讲无量劫，无量劫千年万世，在无限的时空里面讲，它很短暂。啊，所以我们肯定他会回头，肯定他会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当他放下妄想执着的时候，他就是究竟圆满佛。现在没有放下妄想分别执着，何尝不是究竟圆满佛呢？啊，这个就叫佛眼观世间啊。啊，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无不是佛境界。啊，这个佛眼就是觉照啊。你真的觉悟了。你看它叫照见了。啊，这个照见里头说明没有妄想分别执着就叫照见。啊，你有分别执着就不叫照见。叫情见，啊，那么你看这个世间不平等的，看这个世间浊恶无浊恶事啊，啊，佛说无浊恶事，世间人看的，这是随顺俗谛而说的。不是佛自己看的，佛自己看的境界清净世界。啊，这个我们大家都明了，佛说法一二谛，一个是依自己，自分的境界而说，这真谛。随顺众生而讲俗谛，佛以二谛说法。
啊，所以光明觉耳，我们要学毗卢遮那如来，啊，以自性光明，啊，觉照一切世间。这一切世间通常讲三种：有情世间、气世间、知真觉世间。啊，或者讲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啊，都讲得通啊。啊，无尽大千世界，这华严经上说的，无量无边诸佛刹土啊，大千世界是诸佛教区啊。在法界虚空界里面无量无边的啊，所以这里称无尽的总佛境界啊，总佛境界就是总是知觉境界。为什么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性识是能现能变，性识是自己呀，不是别人的，所以说自业同等呐。啊，这个下面长者引用啊，这个经里面的经文意趣啊，给我们做说明。一心随光，夜夜照之啊，心境合一啊，内外兼往，这些都是教给我们啊，真正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啊。我们在讲习当中常常劝勉同学，我们要随顺佛陀教诲，不要随顺烦恼习气，你就能转迷为悟了。啊，这个地方这几句话说得好啊，一心随光呢，就是你起心动念的时候，你要随顺智慧呀。啊，光在此地讲是智慧呀，是光明啊。啊，情识，情识是无明，是黑暗的。所以不可以随顺无明烦恼，你要随顺智慧光明。啊，这个话怕一般初学的人听不懂。啊，我随顺光，光在哪里呢？光是心德，心德在哪里呢？
在经教里头，在经本子里头啊，这个经本字字句句都是如来自性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这就是真心本性的光明啊！既然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那么由此可知，诸佛如来心性的光明就是自己心性光明。我随顺经典里面的教诲，就是随顺自性光明，这是事实真相。后面还有更详细的说明。让我们知道怎样是真修啊！从前李老师在世的时候，常常教导我们：修行修个什么呢？改心呐！这心怎么改法呢？实际上，他老人家讲的改心，改我们的念头啊，我们念头是错误的，把错误的念头改正过来，这叫改心。譬如处事待人接物虚伪，虚伪是错误的。我们放下虚伪，我们用真诚，真诚是心得。诸佛如来对待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人事物，一片真诚啊，没有一丝毫虚伪啊！为什么呢？自信本来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能够随顺真诚，不就是随顺自信吗？随顺信德吗？我们离开一切染污，清净的心得现前了，心清净，自自然然身就清净了。为什么呢？境随心转，身清净了。身心清净呢，我们居住的环境清净了，逐渐逐渐这个影响扩大了，世界清净了，法界清净了，离开一切功高我慢，平等的心得现前。
上跟诸佛平等，下给畜生恶鬼地狱平等，没有不平等的。为什么呢？设法界一真庄严，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识平等啊。所现所变的这些万一切万事万物，哪有不平等的道理呢？啊，平等是心得了，觉悟是心得，慈悲是心得。要想信德恢复，信德是光明的，此地是光明觉，就是指的信德。啊，信德启用了，信德现前了，这个人，我们平常这个大乘法里面称他做化身菩萨。啊，那回头想想，我们自己也是啊，通通具足啊，跟化身菩萨比，跟一切诸佛比，我们没有少一样啊。啊，在佛不增，在凡不减呢，不增不减呢，完全一样。今天为什么他们得受用，我不得受用？啊，这个原因在哪里？佛在《出现品》里面，就是第二分最后一品，佛讲了：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我们虽然有，跟佛菩萨没有两样，现在不能够受用，就是因为妄想分别执着障碍了啊。所以佛在这里讲啊，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你看看一句话，把这个毛病病根给我们指示出来了。啊，那今天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怎么样把妄想分别执着掉啊，恢复我们自信里头本有的智慧德能向好，我们就得大圆满，就得大自在了，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啊。那么这部经就是给我们讲这些，就是教导我们啊，诸佛菩萨在此地提供他们修学的经验啊，他们的方法给我做参考啊。我要能够把自己过去所有一切成见分别执着统统放下，从现在起，一切呢，我们都随顺佛菩萨的教诲，依教奉行。这部《华严经》学完了，就成佛了。我学十信位，
我就是十信位菩萨，我学十住位，我就是十住位菩萨，节节高升呐！七出九会学完了，你就圆满成佛了，那就真的会学。就像孔老夫子一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向上提升，最后达到圆满。现在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